萝卜糕，你讲我爱讲哦。萝卜糕可以啊，比较便宜。来，萝卜糕。喂，哎，这菜刀被我这帮炸起去了，你方便？来，三百五包，那150就好了。百五条。百五，阿哥，你唔敢摸？你变低了啦，变低了，我可以举高一点啦。变寒嘿，对，安尼好，好少看过。两个。没得问哦。你个人要食菜刀粿无？百五了。我菜刀粿做好食，煎好吃只。萝卜糕，港式的哦，百五要爱无？我就收。来。还有人要食这无？这哦，这恁吃要一份多就数啊。这哦，伊这叫花枝海鲜排，伊用飞机加鱼翅，350免100了。这三块就百二啊，三块真正真要百二啊。我六块卖讲200啊，五拢免100了。七块先加钱的啦，这三块相上十块哦，你100块。来一个啊，来两个。这好笑，一个做生意拢搞买几箱啊，头前啊尔。三块百二100，四块500，六块700，头前啊，八块900，十块100尔。来三四来五来六来七来这三块够你百块安尼够啊？没有。金融三四来五六。来七百，来九十，100块而已啊！来，你有要食牛柳，要食铁路排骨哦。金龙沙士，来五六七，七块一包都上的啦，你三块五哩。还是要食啥物鱼啊？拢爱讲啊，今仔鱼有够侪个。要食啥物来卖？来，咱卖只牛柳啊！来，好，已经好，我今仔差不多收啦。来，今仔卖就让恁爽者。恁遐昨下咧卖无够，气到要死，今仔加差不多收啦。张记名看嘞，这青蛙烧拍啊，这啊，我叫恁看，这啊，你去看张的影片，这记名啊介绍吹落啊，夭寿，恁遐偌济人买无着，恁要气者，今仔炸三箱来，这啊，这恁来买哦吼，来，这啊，这恁看好些，这我逐工也卖了做好个，这人客就啥也卖了好，唔是我厉害呢，这就是讲卖出去哦，人客拢恶路讲这霸气足油啊，怎过来搞买，过来搞买啊，所以唔只卖了好，这啊。这啥物恁知无？这白箱哦，这拢甲伊抬甲足清气的，一顿的你千万拢莫去抬啊！啊，来要食白箱无少500，人要白仓啊。有人要食白箱啊，招一个唔惊我来开500。这白箱你真正要买啊？这白箱肉是够硬，啊，这拢抬好啦。这顿的两种料理啊，烧番薯落去煎落去落去吹拢会动啊。这安尼白箱食袂了，你真正无营养食啊，讲真正。来这500要食白箱的无？500，500。我再搁送你哦，再搁你哦，平常食真食些，来，再搁你哦，我包起来哦。我昨天好来，挂侪人买无着，我气个吼。昨天处理哦，一条这种出困了，来，我包要食哦，紧来，少一个好无？白箱这白箱大，这中个呢，这无上个。来，我包起来哦，我包，再搁你哦，再搁你哦，再搁你，安差不多吧。这盘你加重个，两斤上，当然烧番薯落去煎落去吹，肉有够油，抬甲清气澹澹。六个先过先赢，我先有台钱，等下后壁个两千就无啊。300了，来300块落来，300块。阿姐啊，白箱这你定下要300收钱，300块。阿姐啊，收钱300块，最后一个无啊。收钱，白箱你咪收两个，头前还要一个。我收两个。那我先我先。最后一个300，等下无啊。两斤哇，你那是斤白箱卖你百公公，我这个中个，我这咪细个啊，细个，你看我头边面这中个。来，提钱耶！大家麻烦你家做不了，不得。好，来，后边提钱耶！来啊，最后这个300要300无？不要来无？无就收起来啊！300要来无？来，收钱。收钱啊！你怎么知道你就来啊？你这物件怎么知道你就来啊？来，你厝囡仔手也来，起来。你厝囡仔爱食这？这拢免煮哦。欸、箱子可以的，保利龙给阮带。伊这退冰的，咱食咱免煮，这上好食啊！这，伊这叫毛豆毛豆，伊这有加黑胡椒做汤的。退冰食起来300-500的啦，200上面食200块了，两个人可以搞变成纸箱就可以了。这包够送你，这包够免300几啊个，200了，这包够你了。等下啦，先加钱，搁加一包。一个人加500，当个退冰食起来，当作食七条，你有价值啦，先加钱的啦。一包够你啊！把包装起200了，毛豆上面写了200。阿姐，阿姐啊！有人要吃毛豆哦？毛豆有人要吃无？毛豆，这唔好买过，你一定要买，这真正好吃的物件，100了，试吃看嘛，100。100有人要来无？
行。来，你若加减无，你看我影片应该拢知影这，这逐工嘛袂了了这。这个铁路大排，咱的排骨真正好食，软啊、香啊，安尼啦，真正啦。哦，来，唔免三百，唔免几啊五，这当然唔管你要配方，要食七条拢好食，两百三要食两百块，阿姊。过一户啊，三条给你，四条给你啊，五条。好，这两条够上哩，一个人加买铁路排骨，两百块俩，两百块。有人要食排骨无？阿姐。哎，你过一要偌济？五千哦，来，我一张票。哈？哦，我靠呀！我你嘛讲话一下，你比啊，你叫我以前。我想今仔撞着一个大卡，遐靠遐，佫讲要五百，这两块佫送你。来，佫有要食无？两百了。铁路大排，要不要来？小姐，佫有要来无？有啊，就无我收起来哦。谢谢亲。哎呀，这你敢会当我来高请一下？你买一千好无？你五百我赚哪济？我无想要赚哪济，你买一千我加一条你好无？啊，买个冰面豆豆食，所以大家迄个你嘛买一千啊。这两块三块，我讲真正，你菜市你买只就一千啊。你搞买一千，这地够你啦。讲真的，你买一千啦，好不好？我帮你四块。当时我五百多四块，你个。我买两块四块。你看我底下讲的啊，啊，你若讲十块，恁爸买十块而已。对啊，对。你嘛甲讲过。真的啦，阿姨，你买一千啊，甲收上来啦。买一千块啊，这地够你啊，这地够你啊，你变个豆豆车啊。你买五百，你连买两桌，你咪减一块，这地够你啦。真的啦，攞我几块啊？一千二。大家。啊，多少钱？买两千，你问我哪几啊？哪几地啊？几万？这个小河桥的行，我讲哪边啊？打折扣啊！你若骑这个买三千块，当骑哦。你莫骑，买无三千就要走，还是黄鱼哦，黄鱼我上好哩，还是黄鱼咱先阿边。啊，这你若要食黄鱼沙发，我落咯。啊，倒停下咯，停上阿边咯。啥物？哦，啊贵你就买后尾啊，三包哪要吃无三包？恁搞买物件，拢无要紧，咱尽量莫用恐吓嘞吼。讲真正，然后再买物件莫用像阿姊恐吓嘞。哈，这一买三包，两买三包，三买三包。你搞买三包，我只买个送你啊。四买总比三包好在。来，阿姊讲安尼嘛，我无只买过你，阿姊五买而已啦。两个有啊，无啊无啊无啊。我爱收两个嘛。哎呀，阿姊五买淡薄。来，大听下落啊，爸听下落，多谢。咱们袂话说，咱心里当真要朋友朋友，心里真话真欢笑嘞。无像我早安尼咯，心里真话无好说。我来讨好一顿饭。哎，这第一个客钱的是谁人啊？对啦，这第二个。无啦，第一个客啦，大哥你啊。我第二个啊。无，我即马讲第一个，你免出声。第一个你客钱的20块，谢谢你，感谢你支持。那你这下电话无来啊？你臭小子，怎来啊？算你啊！算你好来，我来坐。来，算你我来坐。来，算你都莫去。来，蒜梨上面吃五百了。还是来，等下上面吃蒜梨的。上票啦，你无还无买一千好不好？五百了。来坐啊，坐坐坐啊。今仔结足大地呢。好嘛，姐。这今仔蒜梨一地给你，两地给你呢，三地给你呢，四地你真正买袂着呢。来，这地搁送你，来五百了。来两个。来，一个一个。哎。安尼三个。来，你先坐好。一地，四地，五地，三地。两个啊。钱收钱紧嘞。三个哎，大家，中午好，中午好，我今晚你别错你，你卖做白的代志，我别送你礼物，我送你你卖做白的代志，你要查清楚。这收钱，我别送你，今天我送你。来收钱。你罗一岁，我用好了。来，这上面有两包。来收钱。两包够不要来不？来多少钱？两包够不要来不？不能。来，拍水，我先拍。好收。收。来。哎，您搞什么来？无买着二百万嘞？像这两包，您买袂无啊？一百了，二百万。来，等。这两块钱吗？这两块钱。哎，这个干啥嘞？哇，这个好。来，你要吃白带啊？我来。来。我等我一下。您搞买来啥物无？白带。啊？是过一些的了。来。
不如先整啲话就俾六百好喎。六百嚟。六百。大姐啊！阿姐话：，我已经处理电话介绍啦。即卖行情外靠真正会得我已经探底啊！我呢自己即卖呢样话，但系你怀疑啊？你就放心，你如果怀疑，系啊，你一早清楚所有状况啊，系啊。即即卖行情一斤三啊五啊，至少十斤啊。即阿那边吼，佮叫神那边嘛，无在条卖三千五啦。吼，讲真正，即贵啊！即你敢要搞买贵？你又怎感觉吃新皮啊？你是别人买？哦。你冇买过这啊？这买完这，你以后冇去吃啊。而且红包已经冇当贵啊！啊，不管你买一千块大袋，还是小袋，拢同款好吃啊！我照吃，至少十斤，我照十个吃，摕一斤当面。你若讲一斤外口出来只三啊五，我若讲卖恁三百，俗五十公斤，恁五十块嘛是钱。你若你买槟榔，五十块就五十个槟榔尔，卡五十块槟榔，安怎？我照斤两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人摕啦吼，一个人摕一斤当面啊。唔免五百，唔免四百啦，好，来三百好恁好啦，三百咱要食鲑鱼啊，三百咱要食鲑鱼无？我讲真正，我一斤卖恁三百足俗个，只卖恁三百，你买当无买啊？只送伊啊，两斤你免看，我一斤卖恁八通五个。大姐，来三百，咱要食红包鱼，三百块，再多。来三百，这阿拉煮阿拉好食，规支手你个看，这唔免好笑个，这袂敢骗个。